这条消息说出来，肯定又要伤到大家的心了，也让大家会前途会感觉到渺茫。那昨天呢，商务部是发布了一个就是说明，然后现在呢，咱们国家就是面临的情况是什么？外贸需求就是萎缩，然后订单不足。那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对于外贸企业其实是一个不好的因素啊。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疫情一放开，有很多你像江浙地区的一些企业，然后纷纷跑出国外去抢订单。那为什么要抢订单？就是因为国外的需求是变缓了。那这个事儿一旦需求变缓的话，其实对于一些外贸企业来讲是非常致命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很多，GDP 的一些这个组成啊，很大一部分是靠外贸来的。那如果说外贸需求萎缩的话，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些外贸企业用工需求会下降。那普通人呢，你找工作那有可能就要一定要考虑一下，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来自北方的，现在在那个浙江宁波做点小生意，现在这个生意一天比一天难做。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，一年不如一年。现在虽然没有疫情了，还不如疫情期间呢。疫情期间人还有点钱，现在没有什么贸易了。什么工厂啊，都活非常少，外企的订单几乎没有了，只做国内订单，国内订单现在太少了，哈尔滨被冷落好多年了，现在哈尔滨GDP 在全国已经是倒数了，听说那个要复兴哈尔滨，我觉得哈尔滨还是大有希望的。哈尔滨真的好起来了，真的欢迎大家都去哈尔滨。哈尔滨的菜真的很好吃，而且菜还很大，一大盘。希望哈尔滨是一个以后有发展的城市。然后呢，哈尔滨冰城也很漂亮，都是俄罗斯的那种风景的东西，很美。可是我不能去自己的家乡，因为太落后了，工资太低了。所以来到浙江，现在浙江也不行了。希望以后那个我的老家能够越来越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宝哥，又是找工作的一天。然后下午的时候有一个工厂又打我电话，但是我再也不相信这种网上打我电话的工作了，所以我就没去。然后准备自己去一个工业园去看一下，因为很多工业园区啊我都没有找来，然后趁今天的话，现在天气好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他们在招那个机器操作工，然后我刚刚打了他们人事，他们人事的话叫我进去直接里面看一下好了。现在我准备进去看一下，看他们是做什么的。这里有一个工作，诚聘，我们去看一下他是做什么的。现在我们到了，这个是他们车间，很干净啊。现在出来了，他们是招操作工，然后他们是要招那个结过婚的，没有结过婚不要。操！发现浙江这边什么？为什么有些工厂都有这个规矩啊？就是说必须要招夫妻工，如果你没结过婚的，不管你多年轻还是有多有技术，他们一律不要。哇，就很奇怪，这上班跟那个婚姻有什么关系呢？朋友们，这里是沙井庄村啊，都没人找工作了，现在没找到工作的或者失业的，应该都回家去了。可以看到马路啊，空荡荡的，人都没几个的，刚才说要找工作了。看来整个马路就我一个人了，可以看到这附近好多工厂啊，不过招工的已经看不到了，没有看到什么厂招工了，所以就导致可能很多人没找到工作吧。刚才看到一个临时工，16块钱都有，啊，随意干了，16块钱又不包吃不包住，我问一下大家有几个人能接受？就深圳的豪宅，好歹也是个经济特区吧，16块钱都好意思拿出来招人，哎，简直就把那个不当人看吧。把那个房价压得越来越低，16块钱我感觉宁愿到外面去捡个垃圾，都比或者送个外卖摆个地摊都比进工厂打工强，简直是没法看。应该找不到工作的，应该该回去都回去了，反正现在工业区人都没几个了。可以看到后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后面，工业区，看到没有？工厂很多，但是招工了一个都没有。到处没什么人了，现在。看一下这边，看一下，这边也是，看一下后面。
这附近很多工厂啊，没有什么厂招工的了。这里是沙井庄村啊，这附近这么多厂，模具厂啊，电机厂啊，医疗厂啊，这边什么厂都有，可以看到这马路，可以看到，这很多招工。啊，不是，这很多工厂啊，但是招工很少，这边看到。哎，哦，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呢，德昌电机厂，德昌。我没有去那边看，到时候有空去那边看一下吧。这边以前这个厂很大，但是我今天来的庄村这边真好奇怪，没看到有什么人。本来就我一个人吧，在这边找工作或者找临时工，临时工、一级工我都看了，没有什么好找，就看到一个16块钱，反正16块钱，而且只要女的不要男的。现在很多厂都是要女不要男的。哎，人呐，混成我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。钱没赚着，家没了。哎，我在想啊，像我这种房泥巴都埋到裤腿上的人了，埋到腰上的人了，如果天有不测风云，我有一天死了，我都不敢保证有人会在我旁边哭。这一辈子来到这人世间呢，什么正事都没干，一个可以信任的人都没有，一个相信我的人也没有。你说这个人混成我这个样子了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哎，真的，兄弟们，走在这个冷冷清清的大街上啊，回忆我这一生，全是悲催，全是悲哀，真的没什么意思。一天好日子没过过，唉，真的有一天，我也发生了三长两短，离开了这个人世，真的不知道会有人为我流一滴眼泪吗？但是恨我的人肯定会有。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东莞这个招工的情况啊，在我路边有一个公司在招聘，叫东莞王石杆件电子有限公司啊。然后看起来的待遇怎么样啊？他的底薪是1950，临时加班工资是16.81元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加班是22.41元，法定节假日是33.62元。那么法定节假日就指国庆节啊、劳动节这样国家全国性的节日啊。底薪1950呢，它其实是说每天工作8小时，那么一个月就上22天，大概是176个小时。